大班本土最尖端，即係一個本土啦嘛，最尖端呢個地方有一道村可以影帝嘅，冇人知嘅，我哋喺嗰度就個人出茶，咁咪就籌備，點知籌備咗一半都未得，就部隊發展啦，高就發展得好快，一個四千年嘅時候，我哋大發展啦，咁啊部隊司令部原本就係鯊魚涌嗰邊啦，啊嗰、那個叫土壤，土壤係喺土壤噶嘛，咁啊部隊又去波魯，咁啊司令部啊司令部政治部喺波魯喺羅浮山，啊羅浮山喺羅浮山，咁喺羅浮山咧就呢邊嘅音質差唔得啦，唔辦啦，停啦。咁喺羅浮山嗰邊咧，又揾咗架機，喺山上面，喺山上面揾咗架機。咁啊，我哋嗰時候籌備緊嘅犯人當中，三個都係跛腳嘅。我跛腳，我用兩支棍咁啊，咁啊行嘅。咁啊留低我哋三個喺度，其他就歸曬羅浮山。咁隔咗一段時間通知啦，佢可以喺羅浮山。喺羅浮山個產能，我有行到羅浮山，我兩支棍，揸住兩支棍，咁就有啲字甩啊乜嘢啦，機器就唔搣啦，機器就放低喺嗰度啦，放喺個樹林入邊，就把嗰啲字甩嗰啲嘢運走。咁啊，當地嘅政府咧，嗰陣我哋已經有呢個人民政權啦，當地嘅政府咧派咗一個小隊，即係一個棚，實際上得。不夠二十人，一支機槍，咁啊護送我哋呢啲汽車，護送去羅浮山，足行咗七日，啊中間碰到日本仔，唉慘啦！我話碰到日本仔，我做嗰陣啊，你唔好隨便打槍啊，一打槍一暴露咧，你就死啦！衝上嚟嘅時候，我哋唔就得咁，咁啊好在咧就一路到安全，一路行咗一個星期到到羅浮山。咁啊，過呢個引出站，除咗我哋部隊收攏咗所有嘅引出工人之外，又係攞籠引出站，就國民黨統治區啊，攞籠一陣，嗰間引出我哋地下嘅，咁啊調咗機過嚟，咁啊係咪一齊入個引出站？咁喺山上面，咁啊過一路到四五年一月一號出版啦。前進步，前進步，但係一個月出一次。